看一下这个凡立贝，这凡立贝2L一公斤了哈，它这里只有日币1780，它还有3S，3S 1780，换算台币的话大概560块，哦560块。我这个在好市多买要1000多块，17颗而已，所以它是很大颗。很大颗哈，哦。大一、欸、好，这个待会回去吃。晚上在民宿煎一包。哎，对对对，煎一包。哦，待会去推车过来。好。哦，它还有这种人家煮面。对。在用的。哇。这仓库型的这个业务超市。各位，这里的茶又更便宜了，比一般的超市又便宜。像昨天看这个大罐的188，这里只有160块，再加税。啊，那是这边是188加税，总见面。很棒哎，它这间在这上面还有地图哎，超棒的。就买你要买什么东西，比如买水果鱼什么的，还是冷冻啊酒啊都帮你分好。哦，真好。我来看就好，这放着就行。嗯。哦，它这里的这个都很便宜哦。昨天小蔡买的明太子这里也有，嗯，昨天我们那个在超市那个1700多，昨天那是不是比较大只，还是差不多？感觉差不多啊。好，啊，这没有加热能吃吗？这个，解冻加热。可以吧？用微波炉加热吗？嗯，要不然就把它煎一下。像这种煎可能不合适，可能是要微波加热。嗯。它这鳗鱼的头在这里，尾巴在这里，所以它这鳗鱼是不大只。不大只，对。整条的。这样是300-400块啊。嗯嗯嗯。要买一只是不是？好，买一只。这会不会超车？不知道啊。我们在猜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超车啊，要吃了才知道他会不会超车，超车再跟大家讲。超车再跟大家讲。好。哇，其他这里全部都是大用的啦，哈，那种大包装哎，很赞。全部都是这种，这真的是业务超市哎。哦，现在这个都整箱的。哦，还有看到这个，这个是好事多的胡麻酱嘛？对。啊，这个都是、啊。原来有这么多系列，对，好多，好多，各式各样的。果然是业务超市，这是真的是真的业务超市，不是那种市区小的那一种。嗯、哦，都是你看哦，我还有看到这种，它这个抹茶，它这个就下面是水，上面中间有那个抹茶粉。然后它这个只要转一转，转开那个抹茶下去摇一摇，哦，那摇一摇就可以了，您就有抹茶可以喝了，这还不错，我们拿2瓶好了，各拿1瓶。抹茶喝哦。
好的。对，不要这么慢。啊，走，找东西吃了。吃午餐。吃午餐还？找午餐吗？啊。哎，对。我们住的这里好像没有很热闹哈。嗯，对啊，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地方哎。这样。就是你也没修老的，其实哈，在你坐个车出过个一站就是很热闹的地方就可以了。我们好像每次找民宿都是这样。哎，对。就是都会离那个。最热闹的那一个精华区隔壁站，或是隔壁两站。对，像房租也比较便宜，然后也不会那么拥挤。对，啊，相对的房间也会稍微大一点，比较有机会。对，比较有机会。对，房间会比较大。嗯，好可怜的鸡哦。啊，好可怜的鸡，它被人家遗弃了。可怜的鸡。所以它那个 mark 就是超市的 mark。哪一个 mark？ 那个花象性啊，对啊，就是那个 Life 超市的 mark。哦，昨天晚上这样是看不出来。哦，对。嗯。那刚刚我们这样业务超市这样买一买油，买到5000多块钱。对啊。5448。嗯，对啊。我们刚刚已经先把东西拿到我们的那个宿舍放。对。因为很快，很方便。就走过来了。哎，对。因为那个木金市场嘛。对，就在我们那个住的地方，拐个弯就到了。拐个弯就到，真的就拐个弯，大概15秒就到了。对啊，出那个大楼。对。拐个弯15秒就看到木制市场。我觉得我们回去，大家可能会很想问我们到底是住哪里，因为他如果也很想住在木金市场隔壁，有没有？对。那空间是还蛮大的，但是那个床不好睡。那床不好睡。对。有优点有缺点啊。对啊，不过出门在外总是没有像家里这样的。对，所以这还可以接受。是。然后我们走到昨天看到的藏寿司啊，在昨天藏寿司啊，全部100元的藏寿司。帮 Dennis 找他最喜欢的松屋。对，应该在前面就有了。是温暖的，没有那种热的感觉。哎，对，现在不会很热，现在这个天气感觉是暖暖的。对啊，太阳照下来是暖暖的。对。现在气温不了几度，25-26度嘛。24吧。24啊。今天早上我打开门，哎，有那种很秋天的感觉。秋天的感觉哈。打开门，然后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就觉得啊。気持ちいいですね。这样。是。你有看到吗？松屋。有那个是咖喱店旁边吧？哦，咖喱店旁边哈。好哦，那我们就进去吃吧。吃个小份的就。对。我要吃咖喱一下。哦，好。连锁咖喱店。我们已经点好了。刚刚跟小菜点菜点好了。而且他很好，他有这个中文的菜单。对。他看我们是外国人，他就会拿这个中文菜单。对。就是上面有。英文啊，中文，然后这个是越南的，对，然后有泰文啊，什么都有。啊。Beef 烤起来。哦，这是我的。Beef。嗨。来，ありがとう。
哦，看这个，这是我的牛肉的。对，我的是小份的。小份，它可以做那么小的，好可爱啊！迷你咖喱。对啊，迷你咖喱，这样好小哦。小蔡他怕吃太多了，所以他就买，啊、他就叫这个。我胃口还没开。啊，他所以他们这个现在都有这个中文菜单了、啊嗯，很方便。对啊。对啊，所以如果说怕语言不通的话，如果你找这种连锁的啊，对啊，连锁店，它都会有提供中文菜单，对对对，就会比较安心。嗯，蛮方便的。弟弟的是肉丝，肉丝排，猪排。看起来很棒哈、哦，这是吧？这个可以吃，可以吃了。哎、欸，你的肉看起来好像还蛮大一份的。好，我只要给你看。它这是没有筷子。它没有筷子，叉子。我们做这个方向，这个阳光线正正的。啊，它的炸皮有点破掉。掉下来。好，你吃一口吧。吃一口吧。我看皮脆出来。很酥哈、哦，有感觉得出来，因为它那个感觉那个面包粉都翘起来。对啊，跟面包粉翘起来。嗯，所以咬下去应该会酥酥的。对对对对，不错。好吃。这个我们台湾也都有连锁啦。嗯，对。好哎、欸，好看这个方向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大家的咖喱口味都一样吗？嗯，应该是。对，它还有酱油让大家加。嗯，咖喱很好吃。很好吃哈、哦。比我煮的好吃，它的口感是很温润，对，它是有微微一点点到喉咙的时候，微微一点点的辛辣。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吃，对，那种温润的那个浓醇的那个口感哈，就真的会一口接一口。对，它这个好吃。那夹一块肉来看看，那是什么肉？我的是那个。哎、欸，猪里脊肉，猪里脊肉就是油来吧？哦，油来吧。嗯，嫩的嘞。所以它这个是专门店，冒烟。哦。其实是很酥。对啊，很好吃。嗯，然后肉非常嫩。哦。好。太棒了。那各位，那我们就开吃了。简单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！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